大家好，今天生产与作业管理第十五个讲次，我们要讲的是即时化与金石系统。今天课程当中，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企业管理系系主任张旭华教授到课程当中来。各位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参与今天我们金石化生产以及 ZRT 生产的一个管理单元。在我们今天的单元里面，我们有七个重点的一个提示。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是即时化生产系统。第二。 拉式系统与推式系统，三，JIT 系统的两大支柱，四，快速换模，五，看板系统，六，服务业 JIT 应用，七，晶时生产。首先，我们先来看即时化的生产系统，JIT 它的意义 Just In Time，最主要就即时，而且呢，能够在刚要的要的时间之内呢，把货物刚好送到，所以呢，这个是我们。 最简单的一个 JIT 的一个概念，那 JIT 的一个生产模式呢，最早是一九四五年呢，哈，丰田汽车公司的前副总裁大野奈一所创立出来的，我们又把它称为叫做丰田式的生产管理，在生产的一个作业流程当中呢，生产和装配的流程，每个项目里面，每一个产品所需要用的零件或者是数量跟时间，应该都要刚好而且及时的。 能够送到生产线上来，那用刚好的数量，及时供应生产线的使用，这个就是我们及时化生产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 JIT 的生产里面，它最主要是要来消除我们一般常见的一些浪费。这些浪费的形态呢，哈，一般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第一个是超量生产的一个浪费，超量生产的浪费，包含的是我们订单所需，你超过订单想要的数量。 然后造成后续的一些多数的一个生产，造成一些存货或者是无法销售出去的一个浪费，这是第一个比较常见的超量生产的浪费。第二个浪费呢是等待的浪费，因为呢进料的一些延迟或者是停工等待，会造成我们一些时间上的浪费。第三个是我们所谓的搬运的浪费，因为我们设施规划哈如果不当，造成我们有些重复搬运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生产过剩的库存品，也会造成我们在搬运上把它放到库存的单位上面，造成的一些浪费时间，这个是属于搬运的浪费。第四个浪费是我们所谓存货的浪费。好，如同刚刚所讲的，生产数量超出顾客所需要的一个数量，造成我们存货延伸出来，后续有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作业，这也是一个浪费。第五个是加工的浪费。 加工的浪费包含我们工作它设计不良，或者过多的加工的倒刺，以及超出我们要求的一些加工条件，也是属于加工上面的浪费。第六个是动作的浪费，例如说我们在以前工作设计谈到，如果你在生产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必要、无谓的动作，也会造成生产时间的拉长，这也是一个浪费。第七个制造不良品的浪费，制造不良品。 除了我的制造成本会增加，而且呢，或许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重工，或者是一些报废，或者停工等待等等这些不良品的浪费，也是一个浪费的主因。所以刚刚所讲的有超量的生产、等待的浪费、搬运的浪费、存货的浪费以及加工的浪费、动作的浪费、不良品的浪费，这个是 JIT 所要破除的七大浪费的一个部分。那整个 JIT 在进行的活动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几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消除我的混乱，使我的流程更加的顺畅。第二个，使我的系统上面更加的具有弹性化。第三个，降低我们的设定时间。第四个，减少前置时间。第五个，存货最小化。第六个，彻底的消除我们的一个浪费。这是我们 JIT 里面所要的一个目的。在整个 JIT 里面呢，我们可能也要去探讨一个主题。 这主题就是我们所谓的拉式系统以及推式的系统。首先，我们先来介绍推式的系统。推式系统也就是 push 的生产方式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以前课程当中跟同学说明过的，有存货式的生产的方式，或者是物料需求规划的生产 （MRP） 的方式。最主要是依据我们销售需求或者是预测来推动生产的活动，将原物料、零组件。 在制品投入在生产流程，并严格执行生产的计划。整个推式生产系统里面，它有一些缺点。它的一个缺点包含如下：例如说，第一个，生产过量会造成存货的过多、资金的积压；第二个，如果我们的生产的装配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就要提早的作业的生产；第三个，生产的周期如果遇到需求变动，是不容易调整解决；第四个。 产品设计变更的时候，所备的物料呢，容易会变成我们的单料。所以刚刚所讲的是推式系统的一些优缺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拉式系统的一个生产系统。拉式的生产系统是指呢，我们当某一个工作站需要材料的时候，会向上一个工作站索取它所需要的材料。j i t 就是属于我们典型的拉式的生产系统。以我们客户成品订单。 来拉动生产系统整体的运作，后面的工作站向前面的工作站下单，然后呢下他所需要的一个材料的需求量，前工作站也仅仅只生产后工作站工工作站所需要的数量，哦，这是我们拉式系统的一个特点。拉式系统来讲，最主要我们可以利用看板来进行材料之间的移动以及我们的加工。 所以呢，拉式系统适合用于在产品简单而且制成稳定的生产的方式，能够来降低我们的库存量，也能够去缩短我们生产的周期时间。所以呢，拉式系统所生产的一个批量通常是比较小的，好，因此库存量变得比较难以估计，容易造成来不及生产或者是供应上面的一个客体。好，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 拉式跟推式的一个系统 j i t 最主要就是一个拉式的一个系统。那在 j i t 里面呢，它也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柱。这两个重要的支柱里面包含的有两个，一就是我们的即时化，二就是我们的自动化。那自动化这里同学可以看到，哦，这自动化的动呢是有加人字旁的动喽，而不是一般我们所看到没加人字旁。 哦，这里自动化的动加一个人字旁，最主要就是说，当机器有问题的时候，哦，那人呢可能就要去协助把这个问题把它排除掉。所以这两大支柱，即时化以及自动化是 j i t 的系统的两大支柱。所以呢，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j i t 呢最主要是要用最少的原物料啦、再制品，哦，来完成我们的一个库存的数量，然后呢获得我们精确的产量。前面的工作站它只生产。 后面的工作站所需要的一个数量，那后工作站呢，哈也是到前面的工作站去做一个领取，让我们的零件呢，在整个生产系统中能够快速的一个移转。好，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最主要要去彻底的去消除一些浪费。这里呢，哈也想请教我们张老师，<是>有关于我们 j i t 它如何来去消除我们浪费呢？好的，那么浪费当然会导致个这个高成本，那么让效率降低，所以我们。 这 i t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消除这些浪费。那么可以用来改善这消除浪费的方法呢？大概第一个就是原流的品质。那么期望在第一次我们就做做对，可以避免怎么样错误，到最后面就都已经做成成品了才发觉它是坏掉的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浪费。所以在最源头我们就要做好品质管控。第二个可以用的就是这个群组的技术。那么可以消除啊不同座位之间的搬运，还有它的成本之间的一个等候。 那库存可以降低，第三个叫及时化的一个生产，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在必要的时间生产必要的数量。哦，还有品种化的生产，然后就大家生产线能够平衡，还有看板的一个生产系统，等一下会谈到。还有呢，我们采用小批量的一个生产模式，还有呢，我们要缩短我们的准备的时间。这样谈。o k 是，谢谢张老师的一个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 刚刚张老师有谈到有关于我们在 JIT 破除浪费的一些方法，那我想进一步我们请张老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JIT 它常用的应用方法有哪些呢？好的，那么 JIT 我们中文叫做即时化，哈 just in time，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只说呢，在工厂啊，在指定的时间当中，哦，生产所指定的产品，及时来供应指定产品所需的一个数量，哦，这样来提供给顾客。 哦，这个是要都算到刚刚好哦，刚刚好的一个时间，刚刚好的一个数量哦。那么 j r t 啊，我们常见啊，可以协助运用 j r t 的一个手法有哪些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刚刚前前面讲过，品种化生产，还有小批量生产，还有快速的换模缩短时间，还有标准化让零件可互换啊，制、哦、作也快。第五个叫模组化的设设计，再来是 U 型的一个布置形态哦，可以让一人多机。 哦，第七那个是生产弹性化，第八呢是制造单元化，它变成一个一个那个制造单元。哦、第九呢是群组的一个技术哦，这跟单元制造化哦是一体两面。那第十呢是高品质的一个水准。那么十一我们可以用多能工啊、哦，就是说多技能的这个功能哦。再来十二是低的存货方式，十三是拉式的系统哦，不用推式哈、哦。十四是看板的管理。 十五呢是预防保养，十六呢是品质改善，十七是持续改善，十八我们用少数供应商的这个采用，并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十九呢，我们强调的是合作的一个精神。好，这是 ZIT 呢我们的意义，还有我们常用的一些手法。接下来我们看 ZIT 另外一个支柱就是什么呢？自动化。那什么意思？这是指啊我们。 制造生产时，哦，自动监控还有管理的一个功能。当侦测到不良品的时候，哎、欸，我们这个生产线哦会这个自动停机哦，不让这个不良品继续再跑出来哦，就宕机了哦。那么这样可以提示我们作业人员前往来处理哦，避免不良品持续被产生出来哦。常见的这些自动化的工具就是安酮显示板，还有自动除皱，那什么是安酮呢？ 安同，那这个是我们翻译“安同。哈，这是一种生产线异常停止的一个显示板。那么，当设备啊异常，它会亮灯的时候呢，或这个侦测到整个不良品的时候呢，它会立即这个停止它的这个生产线的输送带移动，好就停住。那么，排除异常或矫正措施呢，就要去进行，这样子我们生产线才可以继续。 再继续运作下去，没有排除的话，哦，就会荡在那边。好，这是一个这个自动化的做法。那么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自动的防错，呃，最好连错误都不要发生。哦，它又称为这个防呆装置或者是鱼桥法。那主要目的当然就是避免错误发生。呃，这样的一个机制，例如啊，哦，方向不对，那么物品就放不进去。好、哦，那么作业闸门外关，那么没有关，那么机器可能我们一按下按就失效，不能够启动。 那么当座位遗忘或无法进行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就没办法来启动。哦，这样的一个自动防错的观念。那么自动防错一个设计思考呢，有几个一个原则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应用整个机械设计跟操作者之间的思考结合。那么就归纳出几个原理，我们可以来协助我们思考来设计这些自动除错除,除错的一个装置。第一个呢叫阻断的原理。哦，那。 例如说，呃，去除录音带底部的垫片，那么我们就无法录音，这是传统我们之前的这些传统录音带卡带的方式啊。第二个叫保险原理，像像枪哦上了这些保险装置啊就不能激发。第三个符合原理，像密码要输入对了哦，那这样子我们才能进入系统。第四个呢是讲顺序原理啊，如果我们有按照标示来进行顺序的操作，那么就可以做，那么不然呢，我们出顺序错掉了，它无法启动。 第五个叫自动原理，像光线太暗，哎、欸，我们自动的照明设备就会亮。哦，第七叫复制原理，哦，如何这个重复提示的一些语音功能等等。像第七呢是层别原理，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做一些区分呢、啊。哦，还有隔离的原理，像是药品，我们就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一个位置。哦，那这样就不会发生哦，这个小孩子吃错药了。第九个叫警告原理，哦，像像电梯承载超重的时候，哎、欸，我们可以发生这个警告的声响。 意思呢是缓和的原理，哦，像汽车碰撞的时候，哦，安全气囊它可以启动。那这样子这些这些原理的设计呢，可以让错误预防，就根本不让这些错误或者危险来发生。那么应用在整个自动哦防错机制的方式上面呢，哦，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呢是利用标示的方式，哦，像文字啊、灯号啊、颜色啊来做区分。哦，透过眼睛，它其实也比较容易来分辨，哦，来侦测异常的。 这些状况，另外啊，也可以用声响的方式来提示，或者是作为这些警告。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秩序设计的方式，好，当物品装错方向或装，就会让它装不上去，那么机器啊装错方向都无法启动。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从秩序方面去做考量。第三个呢，是自动化的一个方式，在加工作业中，如果出现异常作业，我们就可以让它立即来做停止的一个作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第四个一个重点啊，叫快速换模哦。因为要生有好的顺畅的生产的一个进度效率，就是要在模具之间的转换之间要能够缩短整个的 setup time 啊，这设置准备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快速换模啊，最主要是在生产服务过程当中啊，常常有一个生产批量完成以后，要生产下一个不同的批量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会有用到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夹具啊，不同的设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能够在最最短时间内换线成功？哦，换产品线成功。好，那么这里会分为外准备时间跟内准备的作业。换模的时候呢，哦，作业内容跟机器运作无关的活动，这些叫外准备。例如嘞，像啊，我们要找工具啊，机器可以正常生产啊，那么作业员也可以离开，机器去找找寻工具。啊，这个是外准备的的相关作业。另外一个作 另外的作业叫内准备的作业，就是换模的时候啊，作业内容作业的内容啊，跟机器运作有关的活动啊、哦，例如呢啊、哦，拆旧模的时候，作业员他就会在拆卸这些模具嘛，哈、哦，机器呢也会停止运转啊，来等待这个模具被拆啊、哦，所以这个在进行快速换模的时候呢，要先区分出外准备的这些工作，还有什么内准备的这些工作。那如果区分开来，我们就可以来做什么呢？快速换模的一些步骤、一些技巧的说明。 有几个步骤哈，第一个呢就是将换模作业区分为外准备跟内准备。第二，尽可能将内准备改善成为外准备。第三，改善还有呢简化有关内准备的相关的调整作业。哦，第四呢，将内准备作业把它做什么呢？标准化。哦，第五呢，利用效率化的搬运呢运送设备来提升整个换模的一个效率。 第六啊，就是相关的部门就要来配合我们这个快速换模作业的一个达成。好、哦，以上呢，这是有关快速换模这一个。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重点呢，是很重要的哦，就在我们拉式系统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看板系统。它利用这个看板呢，来协助达成所谓的拉式的一个生产系统。那看板是什么呢？哦，看板是生产作业指示的一个情报，其功能啊，类似顾客在需要的时期。 仅购买所需的一个商品数量，由后制成向前制成，来发出，在何时必须供应何种物件多少数量哦，就是很明定的，在写在这个板子上面。我说我要是哪些东西啊，不要多也不要少啊。那么在 ZIT 生产程序当中呢，哦，在需要的时间精确的一个生产需要的数量跟产品上面，因此呢。 看板是辅助 JIT 运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也是生产我们制造活动中间传达站跟站之间很主要的一个媒介啊、喔，来传达我需要什么数量多少，或者我即将生产什么数量多少。好，那么再来我们看看看板在应用上嘛，它有几个类别哦，两种，第一个叫生产或叫指示的看板，那么用于啊指定前制成。 哦，必须生产的这些物件项目还有它的数量。第二种类型叫做搬运的看板，或叫移动的看板。那么记载的后制层送到前制层所需要领取的这些物件跟数量。好，谢谢张老师刚刚帮我们做看板的一个说明。我们先在这里先稍作休息。 好，那么看板呢、啊？它是达成推行我们拉式作业系统很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么利用我们看板，它最主要能够达成哪些功能呢？第一个，它是可以作为线品的一个管理单啊。第二呢，具有作业指示的这样的功能。第三，它能够掌控整个库存的一个数量啊。那么在应用的时候啊，我们看板在使用，它有它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好来供参考。 我们依序来说明，第一个呢，不将不良品呢、啊、交给后制成啊，第二，由后制成至前制程来领取物件，第三，前制程只生产了、啊、后制成所需的数量啊，不要多做，第四呢，就生产必须要平均化啊、哦，第五呢，看板只是做细微生产啊调、哦、整的一个工具，第六。 制成啊，必须稳定而且合理化。第七哦，没看到的看板则不生产，也不运送料件哦。第八，相关看板、啊、需放在物件存置的一个容器当中，并和物件要一起来被移动哦。看上面是什么数量，就是什么物件跟它在一起。第九，要尽量减少看板的数量。 哦，有在操作的时候有这些看板使用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啊。以上大概是我的一个说明。好，谢谢张老师刚刚对看板系统做的说明。接下来我们进到我们下一个重点，在下一个重点我们要谈到的是服务业在 j i t 上面的一个应用。服务业在目前来讲，台湾占百分之七十哦，都服务业。好，那以服务业来讲，多数的 j i t 的技术都可以应用在上面来套用来使用。 那例如说呢，在设施规划上面的布置，或者是动线上面的一些安排，还有存货的一个调整，还有高品质的服务，以及建立良好的供应的伙伴关系，哦，等等这些手法来讲，都可以应用在服务业上面。那最主要呢，服务业应用 ZIT 也是想要达到即时化的一个效用，哦，所以服务业应用 ZIT 会有下列的一些优点，它可以第一个消除混乱。 让整个流程更加的一个顺畅。第二个，可能使我的服务的流程呢能够简化。第三，可以使我的系统弹性化。第四个，可以减少准备的时间。第五个，可以去减少我们的前置时间。第六个，也可以去彻底来消除我们的浪费。第七个，可以让我们的在制品的一个存量最小化。啊，例如说电话回应的一个电话数。 我们等候回应的电话数，我们让它降低，或者是等候我们的运送的订单量，我们把它减少，好，把这些时间的等待、数量的浪费等等，把它加以消除。这个是如果我们把 j i t 的手法应用到服务业上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优点效果。在我们执行 j i t 的时候呢，可能会面临到有一些执行系统上面转换的时候有一些障碍，好，那这些转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几个下面几点。 第一个，管理者哦，不愿意将必要的资源释出于转换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员工与管理者并没有表出表现出整个合作的一个精神；第三个，供应商商可能会有反对的现象。那由于呢，ZIT 的实行呢，好必须我们的员工、管理者以及我们的供应商必须存在有一些合作的一个精神存在。因此呢，在转换过程当中，应该要尽量。 充分的来加以沟通，然后呢，透过沟通以了解，好，在彼此尊重以及合作的基础上面来运作，这样子才能够避免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管理者不愿意分享，或者是员工哦，或者是供应商反对等等的一些障碍。好，这是在转换我们 j i t 的障碍里面，可能要注意到彼此尊重沟通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七个重点。我们今天第七个重点。 所要谈到的是晶石生产。所谓的晶石生产，一般哈是指我们生产系统为了动态的系统，用较少的资源投入，却能够获得更加绩效及高附加价值的一个产出。晶石生产我们一般称为 l Production，在管理上它是属于一个最佳的一个表现。那晶石生产来讲呢？ 它最主要是萃取了生丰田的生产制度 T P S 的理念、原则以及它的管理的方法手法，强调 T P S 的核心的程序。那 J I T 呢？与金石生产它们最主要的差异啊，在于 J I T 是以内部观点、内部观点为出发点，那金石生产则是针对我们一般外部的顾客哦，所以呢，必须了解顾客的需要、意见。 以及回馈为我们的出发点，所以从我们刚刚晶石生产的定义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透过晶石生产应该可以达到下列几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品质、成本以及交期还有效率都能够达到我们的最佳化；第二个呢，我们想要去创造我们顾客的一个价值；第三个，增进我们员工。 以及我们股东的一个价值，好好，所以这是我们零 production 生产的目标。那透过零 production 好精石生产，我们也要来看看它的一个运作的流程。那精石生产就是从产品的生产以及服务的过程当中，一直延伸到产品的研发、供应链的管理、顾客服务、顾客以及顾客关系管理及所经营的产。 品生命周期的价值链，这项目里面包含有哪些呢？包含有：一、晶石的设计；二、我们晶石的供应；三、晶石的制造；四、晶石的一个配销；五、晶石的服务；六是我们的价值化。所以这六个步骤呢，可以说是我们在晶石生产系统里面常常运作所看到的六个流程的部分。 那我们金石生产系统的应用，它的技术以及它的手法来讲，哦，可能会包含大量的一些 JIT 的技术，还有呢，我们同步工程以及存货系统等，哦，用于管理我们产品的一个发展、供应链的一个体系，还有生产服务作业以及整体企业的协调运作，并且呢，消除我们的浪费，降低变异，以及排除我们的。 僵化，另外可以透过几个方式，包含小组改善、提案制度、多能工的训练、跨功能的组织的运作，还有呢弹性的调整以及员工的自主管理，这些方法都是可以达到我们晶石生产的一个目标，哦，它的效果。那晶石生产的基本的一个组织运作的方式以及技术。 可以呢，让我们更具很多的一个价值化的问题被我们发现，然后呢来加以解决，以提升我们企业本身的一个竞争力。在我们今天的课程最主要在谈到的是我们的晶石生产以及 JIT 及时化的一个生产。在现今的制造生产模式里面，JIT 的生产可以让很多企业来加以的学习。像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主题，像快速换模。 哦，等等这一些，呃、哦，这边老师要举一个例子，例如说呢，丰田汽车为了要让它的生产量能够平准化，我们所有的平准化，例如说，哦，我生产一个车型呢，例如说大车要生产三千辆，中型的车我要生产两千辆，那小型车我可能要生产一千辆，那如果每一次生产都要先从大车生产三千完了之后，再生产中型的车辆，再生产小型的车辆，那如果客户定的是小型的车辆，不就要等很久吗？所以。 丰田呢，他们就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的问题，所以就提出了平准化的生产方式。例如说，我先生产三个大车，完了之后呢，生产两台中型的车子，再生产一台小型的车子。那就有人会问了，这样子频繁的一个换模时间，那不就有很多生产的时间的浪费吗？那丰田怎么去处理呢？丰田他就提出他的一个快速换模的一个观念了。好，例如说，他一开始呢。 把一些快速接头模具，让它很快速的能够把车辆的模具卸载下来。到后来啊，发展到 One Touch，所有的 One Touch，按一个按键，整个模具，它把车子的模具放在转盘上面。要生产的时候呢，按一下中型的车子就换到一个定位，然后生产小型车再按一个按钮，在小型车就会生产到定位，所以就可以达到它之前所要要求到的一个平准化的生产。所以在今天课程当中里面，老师所谈到的一些方法。 其实都是要相互交叉的去应用，好，例如说平准化生产、快速换模、看板系统、多能功能应用、供应商的配合等等，这些都是交互的使用，好，所以呢，希望今天同学能够对金石生产以及及时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今天课程当中就说明到这，谢谢同学的一个收看。